原始点医学目的、宗旨与定位。医学的目的是解决疾病，中医通过观察症状，以经络理论及四诊心法来决定一针、二灸、三用药的治疗原则。虽然可因此解决很多疑难杂症，但其诊疗方法若不进行全面的简化及改良，一旦面对危急重病患者，难免左支右绌，后果堪虞。西医以仪器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在理论上犯了导果为因及老病不分的过失。在临床上，手术及西药不但不能彻底疗愈疾病，对体力虚弱者甚至还会危及生命。在此情形下，唯有追本溯源，直接从人体找答案。就是说原始点医学目的、宗旨与定位，那这里很明显是要谈原始点医学的目的。那原始点医学的目的跟一般医学的目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好，我们知道医学之所以会成为一种医学，它最重要就是要解决疾病，不管它里面包括理论与临床、诊断与治疗，治疗又包括医疗与保健，都是为了解决疾病，这个我们在第一篇里面都有讲。好，那中医也不外是这样，所以它是以观察症状。好，那原始点是不是这样？我们后面会讲到，我们先不谈，我们先就我们诊断的内容来先谈中医。那中医它的诊断跟原始点一样，它是通过观察症状，然后从因治病的，那它的诊疗方法有两套，它以经络理论及四诊心法，也就是针对外内治法，它有这两套诊疗体系，来决定我们的治疗方法，也就是一针二灸三用药的治疗原则。如果是外治法，那当然就以经络理论，如果是内治法，就以四诊心法，是这样来的。虽然这样，诊疗体系看似好像很完善，但在这种完善中自然也可以解决很多疑难杂症，所以中医才几千年下来，当然很多人会去学，也很多人用中药，就是这样来，它还是能治病。但这里原始点就提出来，但其诊疗方法若不进行全面的简化及改良，一旦面对危急重病患者，难免左支右绌，后果堪虞。这怎么说呢？我们总论三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说他的诊疗，他针对外内治法，他有两套诊疗体系，太复杂了。光经络理论，然后如果你再细细读我前面有讲的经络穴位那个，就知道里面非常复杂难学。为什么？十四经络，然后分布在上面的穴位就有三四百个，你光去背这些就很复杂，何况要临床要应用，然后一旦面对危急重病，你到底要扎哪个穴位？这又是一个问题。再来，他的一针二灸三用药，他外治法跟内治法，也就针灸跟中药不一定同时用啊。很多医师是只开药而不针灸的，他也有一些医师只针灸或按推而不开药。那这些遇到危急重病患者，你根本就是应付不来，会真的就是左支右绌，应付不来。那这个如果不简化跟改良呢？怎么改良呢？就是让外治跟内治，也就是针灸跟药同时并用，就是像原始点，外内热源跟按推
同时并用，你才有办法解决重病。而且还要懂得哦，如果重病患者是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如果不了解，然后你光针会消耗患者的热能，还会让病人病情更加恶化，都有可能就谈不上什么救助危急了，这个谈不上所以怎么使用灸跟药，那以前这些中医很少探讨，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病用那在古代他们常常说一针二灸三用药，针方便嘛因为还药就非常麻烦，还要去山上采药以前交通不便所以针灸药是这样来的。其实在原始点现在来看不是这样，其实三种治疗方法其实都要并用，不管轻重症也要并用，何况是危急重病患者更要并用。所以第一个也就是三者看似三，针灸药是三，实者其实在应用上是一。所以一个真正的医师他一定要有这种能耐，就是三者并用，他一定又会针又会灸又会药这样才可以救助危急的。然后他还要有原始点这样改良的方法，知道体力虚弱的一定要先外内热源，也就灸药为主，然后针为辅这样才有办法去解决中医的问题。然后再来，中医的诊疗体系太复杂了哇，光读那些书很多人读了都要花好几年，也未必读得通啊。所以这里讲的但其诊疗方法若不进行全面的简化及改良真的是对重病患者是很难处理。这也是我们目前看到中医遇到这些患者这些患者常常会跑到西医去，就是他的方法是破碎的零碎的，也就是有些医师喜欢用药，有些喜欢用外治法，不统一的。然后光诊疗体系你看那个望闻问切把脉讲出来的话都不一样，你去三家结果被三家老医师把脉一样讲出不一样的理论出来，有些说你肝有问题，有些说你肾有问题，有些说你脾胃脾跟胃有问题，反正拔起脉来各说各的，但都能自成自己的一套说法，如此而已。所以这个在没有统一又复杂，这样很难推行，而且遇到真的病人来考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遗憾出现了。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提出这样的看法。好，我们接着看西医。西医以仪器 我已经说过了，仪器这些检查都一开始如果从解剖学的简单来讲这些结构也好组织器官这些结构也好，如果出了一些异常或是指数出了异常如果把这些来作为诊断依据，那就第一个我们讲的这些检查都是果，那就会犯了导果为因，把这些检查当作疾病之因，或是把异常当成疾病来治疗。那异常我们说过了异常是属老，那你就犯了老病不分的过失，所以在理论上它会犯了这两种，也就是如果仪器检查这里就把重点提出来，就是他会犯了导果为因及老病不分的过失。那这样理论上犯了错，当然临床上自然就会出差错。所以在临床上他手术跟西药我们前面也有讲过，不可能彻底疗愈疾病。你要彻底疗愈疾病，你一定要改善患者的体质。但西药会消耗热能，手术会破坏身体的结构所以这两者都不可能让体质变得更好，然后来达到自我修复的能力。所以西医强调就是治病，但原始点强调的就是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跟修复力，
人是可以治愈疾病的，所以你只要给他对的方法就可以达到。但西医不是这样，他从我下手，所以这时候面临到的不但不能彻底解决疾病，还有可能怎么样，对于体力虚弱者你可能还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看来中医跟西医其实都有问题，只是问题的大小不一样而已。那我本身是中医师嘛，当我太太得了癌症的时候，结果我相信西医也不能给我答案，最后我太太很快病情就恶化了。那中医我用尽各种办法，最后也找不到答案。那所以这个是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的心声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你怎么办呢？西医也有问题，中医也有问题，所以这时候我就是放下嘛，放下过去所学嘛，从头开始嘛，所以这里才有这一句话，在此情形下唯有追本溯源，直接从人体找答案。因为他们都有缺失，这些理论很多是讲不通的，那这时候就是从人体，那原始点就是这样的。原始点医学是从零开始，点点滴滴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先是通过找出压痛点按推，以归纳出一条脊椎与七处原始点。之后又发展出各种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再从按推与热源的实证基础上总结出简易而有效的诊疗合一，并以因缘果理论阐明老病的由来及防治。如此既有助于分辨医学理论的对错，又使民众能止简易繁，自利利他。期间面对失败案例，痛心之余深入分析，因而能够突破医学瓶颈，明了作为外内热源之姜可直接用于体伤位置，且按推原始痛点无立即之效，应按推患处痛点，如此才能加强改善特定部位的体伤及热能不足，从而达到原始点医学的目的，即有病可速愈疾病，使患者转危为安，无病可抗老增寿，预防疾病。显而易见，这种化繁为简，以人为本，以病为师的生活化医学，才是解决生老病死的最好方法。原始点医学从人体摸索出来的，这是当时我的心境啊。那中医也碰壁了，西医也有问题，那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太太已经进入安宁病房了，那就只好在她的身体，她全身都不舒服，那你怎么办呢？就是从她的身上每一处，也就是每一条筋前面后面都找，然后去找开关，这样好不容易当时候就找出有差不多 70% 就在我太太一个人的身上，然后找出来之后在我的诊所再去应用，哎，果然真的有效，所以慢慢信心大增啊。那经过前后五年就最后确定这个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就是我们的总开关，然后压痛点找出压痛点来，这个大开关找出来之后就能解决相对应的病症。好，之后他这些症状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五年已经把大致都把它固定化了，也就写出来之后，最后我认为在最大的进展就是从我太太生一开始生病用人参之后，我就开始
用姜，改用姜，然后姜又把它扩大的应用，那让它完全能够甚至能够应用到外还有内，还有一些生活化的一些电热器啊，还有红豆袋啊、软贴啊、软软包之类的这一类，都可以应用，还有一些电毯。那这样应用的方法就多了，然后最后发现光按推跟热源还不足以解决重病患者，有些时候还要患者怎么样注意一些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这些也要再加强。好，那原始点它最终是一开始就是由找一条脊椎七处，也就是按推开始的，然后再来发展各种热源，所以这两种按推跟热源是早期一路发展下来真正的主轴，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原始点一开始就讲出一句话，就是凡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因为按推可以解决体伤，而热能不足热源可以提供来补充它，所以按推跟热源是原始点做出来之后，然后发现很多患者都有效，在这种实证基础上慢慢才总结出这些简易而有效的诊疗合一的理论出来。然后为了说明它，再以因缘果来阐明老病的由来及防治。大家如果不健忘的话，可以看那个原始点医学示意图。我们先设疾病以衰老为果，因为它的因都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那这里就已经开始跟前面的医学，也就是西医也好，中医是以治病为主的概念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从这里就开始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老跟病它的由来都同出一源啊，都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啊。那怎么来？它是怎么引起的？好，比如要有恶言才会导致，比如生气、压力，甚至外伤种种，它就会导致疾病。那同样的，这些生气、压力也会使人家衰老的更快。那就很明显。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消耗热能，他有消耗热能之后，人就会影响体伤，然后整个身体的运转就变得很迟缓，然后甚至老化的现象就出现。好，那这样了解因之后，同样也有助于治疗。为什么？我们就知道，既然所有老跟病它都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那我们从这里下手，不是老病就可以达到了吗？治疗了吗？所以它既可以防治疾病，也可以抗老增寿，也就是它可以疗愈疾病，还有保命，还甚至还可以达到什么抗老增寿、预防疾病的目的，都可以做得到。好，那这样。用因缘果来解释，那就很快可以看出比如说前面西医的问题比如他们刀火为因就是从因缘果看出来然后还有有时候一病多因一个病竟然说还有很多种原因，检查出来只要这些异常都是他的因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检查出来都是果，怎么会是因？是。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很多西医的问题，连中医的问题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里就简单的讲，既有助于分辨各种医学理论的对错。我是没有把各种医学讲出来，因为现有的医学就只有西医跟中医嘛，这个各种医学也就不用提了，大家都知道医学理论的对错。我们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讲法是对或错，所以只要懂原始点，我认为会开智慧。
真的是可以开智慧。为什么要用仪器检查？你一看就知道，哦，那检查出来的果跟我眼睛看到的表，哦，体表不都是一样，不是老就是病。那我从体表就能够看得出来，再加上患者的一些感受，就能治病了，干嘛还要那么复杂？所以只要懂得这一套理论，还有原始点的处理方法，那既有助于分辨医学理论的对错，还可以使民众怎么样，止简易繁，自利利他。当然不只可以自救，还可以救自己家人，甚至更多人。那原始点也不是在发展上一帆风顺的，哦，其中常常遭遇很多的挫折，哦，甚至失败的案例，我个人也是会。那面对这些失败案例非常痛苦，所以我说痛心之矣啊，有时候是锥心之痛啊。明明可以救，以现在来看是明明可以救，但当时为什么发展的那时候还没有发展出来呢？会很痛苦啊。啊，最后想通了，虽然人也走了，只能在这样，哦，很痛苦中慢慢去思索着，然后去把那些画面再用一些逻辑推理，然后慢慢把它想清楚，啊，最后才终于突破了这样医学的瓶颈。其实这些突破也是医学目前的很多病是医学没办法处理的。那我自己从失败的案例突破了，啊，也可以，啊，帮助其他的医学能够，啊，把这些以危急重病的，啊，都可以，啊，比较用一些比较简单方便的方法就可以救得出来，啊，比如说这里就提出了，啊，明了，啊，作为外面热炎之浆可直接用于体伤位置，这是中医很灸所很难想象的。比如说电毯是全面性的，哦，那涂姜粉泥也是大面积的， 这些用灸是远远不够的。然后姜更可以在内热炎上可以灌肠，甚至洗眼喷鼻，这些都可以用啊，哦，那中药就没有这么灵活，哦，那对于重病患者直达体伤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尤其外热炎大面积涂姜粉泥，有些来身体已经很虚，经过涂完三次之后，哎，他就感觉人舒服了很多了。好，那原始点也进一步除了大开关以外，哦，那进一步按推无效，知道是患处体伤所致，也要按推小开关，也就是患处痛点都要按，哦，这样才能够解决他处跟患处体相的症，哦，这样就可以达到原始点医学的目的。好，那这里就提出来了，原始点医学的目的是什么？不只治病哦，因为如果有病它可以速愈疾病，使患者转危为安，但没有病呢它还可以抗老增寿，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老病它是同出一源嘛，你体伤跟热能不足改善了，自然可以解决疾病，当然也可以抗老增寿，然后达到预防疾病。所以这个让医学进一步除了从治病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到怎么样，连老化什么都可以同时治疗了。这个是确实是，而且是可以操作的，不是只有有时候医学也说啊，用养生啊，什么中医西可能都会有一些养生的一些概念，但真正实际要操作的时候就变得很难。原始点确实是可以，因为它是从人体做出来，所以很容易落实到人体身上，哦，所以这里的结论就是，这种化繁为简，以人为本，以病为师的生活化医学才是解决生老病死的最好方法。所以我们从生下来就慢慢会面临到老跟病，然后最后走向死亡，每个人都一定是这个过程。但你有没有办法能够遇到疾病解决疾病，然后也能够把老化这个问题让它延缓呢？
当然最后总是要死的，但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已经足够，所以这就是解决生老病死，已经不满，也就是原始点医学已经不满足于只有解决疾病，还有一些衰老甚至预防疾病的方法都可以做到。然后他为什么能做到啊？其实他就是直接从人体找答案，然后把一些复杂的理论啊，甚至逻辑不通的一些问题啊，反正都放下，然后人体它一定是真实的，你怎么按它有没有好它都会告诉你。好，所以原始点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病为师，而且它完全生活化。所以到最后总归一句话，原来生老病死，你活在生活中，你一些错误的习惯让你的生老病死的速度加快。同样你如果在生活里面你懂得应用这些对的方法，你也可以让病好得快一点，老也可以延缓，那死亡也不会走得那么快，你可以慢慢走，有时间去修身养性，这不是最好吗？所以这里已经点出原始点医学的目的出来了。那它的过程中也是跟其他的医学不大一样，它是真的做出来的。有健康的身体，生命才能有品质的延续下去。由于任何的医疗或保健手段都不能单独治病，只能作为助缘，基由身体热能作用及组织器官运作，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自愈力，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重获健康。可见健康主要来自于人体的体力，体力又来自于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而非人为复杂的医疗方法。既然如此，与其教导民众健康要靠疫苗、西药乃至手术，不如教导民众如何过健康的生活。所以在生活中落实医疗保健之源，避开伤身治病之源，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此即日常起居不仅要通过按推、热源、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还要少食甜、酸、酒、冰品、生冷海鲜及蔬果。体弱者不但需避免接种疫苗，而且生病时也不能一味依赖手术、打针、吃药，否则越俎代庖，轻易毁伤，必将得不偿失。如此才能趋利避害，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不足，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从而达到有病可速愈疾病，无病可强身增寿，毫无疑义。这种崇尚自然、尊重生命、守护身体的生活化医学，既合乎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也是医疗与保健必走之路。好，这一段我们谈的是宗旨。好，它第一个特别强调健康，因为有健康的身体，我们生命才能有品质的延续下去，这一句话已经点出来。那健康如何得到呢？好，下面就提出了，健康不是靠往外的，这里提的就是你不要往外，任何医疗保健手段都不能单独治病。第一个先点出来，它只能作为助缘，最终这些疾病要好，一定要靠身体的热能作用，
还有组织器官维持正常运作，你才可以修复体伤，然后达到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这样身体才可以恢复正常，然后重获健康。好，从这一段已经点出来，你如何得到健康？原来就是你最重要就是提升人体的体力。当然体力有各种说法，有人说是免疫力、自愈力，在我看来，你只要把它归到体力就对了。体力好，抵抗力就好，免疫力就好；抵抗力差，免疫力、自愈力就差，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里面没什么复杂的，那你所有的一切就是让自己体力维持得很好。那体力来自于哪里？很简单嘛，如果这样大家都会回答，绝对不是去靠打针吃药，那打针吃药身体体力就会越来越好，这一想也知道，所以下面就提出来，它是从日常生活得到，它这个体力是来自于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往外求的，靠复杂的医疗方法。那你健康，身体有病了，你如何获得健康？其实也是一样，不是往外求的，要知道你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改善你的体质，身体就自然会去帮你修理好。好，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概念，应该要教导民众如何过健康的生活，不要，比如说不要熬夜啊，不要懒得动啊，每天都躺着不动，这样也不行啊，然后不要吃的一些太咸太油的，太油腻的不健康的东西，类似这样。那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民众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身体，即便他得到病，他也知道怎么去把自己的病搞好，而不是教导民众只要遇到生病就往医院诊所跑，这样民众习惯也不改，永远跑来跑去都是在火上下功夫，怎么可能根治呢？所以原始点特别提出就是要教育民众，那这一段就是怎么教育民众，这个才是原始点的宗旨。好，我们来看看，简单讲就是断乐修身。所以这里在生活中如落实医疗保健之言，避开伤身治病之言，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医疗保健之言在我看法就是善言，好的言，这个对身体会有帮助的，我们称为医疗保健之言。那同样的，会造成身体疾病的一些各种因素，甚至老化的各种因素，我们都称为伤身治病之言。那当然善言我们要充分利用，那恶言一定要避开。所以刚刚我就讲原始点医学的宗旨就是断恶修善，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好，那实际用在生活上怎么落实？好，这里日常起居不仅要通过这些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就是写的都很仔细，这是不需要再解释了。那体弱，这里特别提出体弱者更要谨慎，一般人是一生病了，病情严重了，就六神无主啊，就往医院送。其实你身体越虚越要避开这些不当的医疗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出来，体弱者平常就要避免接种疫苗，尤其疫苗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在提，好像病毒的问题，疫情的问题，好像打疫苗，但打了又怎么样？有些人打了就死掉了，有些人打了就没有病变重病了，也遇过很多。然后打了之后他真的可以 防止疾病吗？也不能啊，打了照样感染，还是继续阳，还不止阳一次，可能还阳好几次。那这个很明显嘛，疫苗无效，而且疫苗是寒的，原始点一看就知道寒凉怎么对身体会有帮助呢？好，你没有病也不要去找事做，去人家说打疫苗多好就跟着跑。那如果你体弱者一打
出问题了，你自己要负责啊。所以这个都要小心。那如果生病的时候，也要知道你体弱，你怎么能够依赖这些破坏性的手术呢？还有打针吃药，那个都很寒啊，这些也会伤害体质啊。啊，如果你不评估好，有时候去了，哇，一下子就情况更加恶化，你真的会后悔莫及啊。所以叫大家要如此趋利避害，就是这些不能做的就是断乐啦。啊，该落实的前面也讲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啊，起居什么生活运动什么都教你的。好，如果你也能照这样做，自然就可以趋利避害啦、然后来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啊，也就是有病可以疗愈疾病，无病也可以强身增寿，这样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真正让你健康的就是从生活做起，而不是跑医院诊所，不是 给医师看就以为没事了，不是这样。所以这种崇尚自然，尊重生命，守护身体，绝对 不做破坏身体的事，然后又是生活化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医学智慧啊，也是我们治疗应该走的路，简单容易做，然后又以身体为主，然后保护住身体，所以越简单才是越好啊。好，那这个宗旨的部分我们就谈到这里，那我们最后来谈医学的定义，最后一段。医学之实践必须包括诊断与治疗，而治疗又包括医疗与保健。原始点通过观察症状，推断疾病之轻重及体伤位置，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并在日常生活中配合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如此就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从而达到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无病可抗老增寿、预防疾病。其中观察症状属诊断，按推属医疗，其余治疗方法则属保健。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医疗按推原始痛点，既可治已病及未病，又可辨已病及未病之体伤位置。由此可见，原始点不仅已具备诊断与治疗的实质，还可使诊疗融合为一，一步到位。所以从这个立场称其为医学，可谓当之无愧。此外，原始点通过非侵入性之按推与非药物之外内热源，以期从因自愈疾病，与西医通过注射、手术及服药，以求从果解决疾病完全不同。这种生活化且没有医疗行为，却又完全具备医学实质的新型学科，到底该归属于西医还是中医，亦或者是两者之外的一种医学？虽然答案清晰可见，但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只好见仁见智，各取所需，由民众去评判，让时间来检验吧。好，这一段就是回答很多人在问，原始点怎么会称为医学呢？而且如果医学都是厚厚的，还有很多的理论，像中医，哇，它的典籍，太多了，历来，那个书啊，真的被读都读不完。那原始点只是薄薄的一本书就能称医学，那
那你看西医也是分了很多啊，哦，什么哦，他们还有各种科哦，眼科、外科、皮肤科，各种都有一套理论。那原始点医学真的这么薄薄的书就能称为医学吗？好，再回答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来谈医学的时候，不是看这些内容的多跟广，或是书的厚跟薄，不是这样看的。医学它有它的一些要素在。什么称为医学？医学它一定要包括几项。第一个，它一定要包括理论与临床。那理论的部分各说各的啦，西医有它的一套理论，跟中医的理论也不一样，原始点的理论当然跟这两者也不一样。好，那在临床上就比较一致了，临床上一定是有诊断跟治疗，那治疗方面里面又有分医疗与保健，我们前面也说过了，诊断西医是以仪器，那中医有两套诊疗体系，我们就不再说了。那原始点通过观察症状它就可以达到诊疗合一。好，那诊断是没有问题，原始点也有三种医学都有。在治疗上又有分两种，一种是医疗的方法，一个是保健的方法。这个在我们医疗与保健都有说，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好，那原始点通过观察症状推断疾病之轻重及体相位置，以决定安对与热源的治疗原则。这个我在总论三已经有讲了，我也不再多说了。原始点只要观察症状，它整个方案都有了，也就是到底你生病的程度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好，然后治疗应该是以热源为主还是以安推为主，这个马上就会有答案。然后再来，如果你是重病患者，轻重症还不一定要叫你这么多做那么多，但是如果你是重病患者，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还要配合什么运动，充分休息，还有良好心态，这样就能够转危为安。所以这里也特别提出来，这是对重病患者提的。那当然如果你养生保健平常能够这样做，适当运动充分休息也很好啊，也可以预防疾病啊。所以这里这样做就能够达到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就可以抗老增寿预防疾病。好，那这里观察症状属诊断，这个没有问题啦。按推属医疗，按推可以解症，而且速度快，所以它具有医疗的要求的一些必备的因素在。那其余治疗方法则属保健，也就是我们的一些运动啦、充分休息、良好心态，还有外内热源都是属于。好，值得一提的是，原始点的安推原始痛点，既可治已病跟未病，又可辨已病及未病之体相位置。简单的讲，西医也好，中医也好，它都能治病已经不错了，何况是治未病。然后进一步又可以辨已病跟未病的体相位置，也就是他们到底因是从何而来，原始点也可以做得到，找得到，然后还可以治疗，可以简单讲就是可以落实，而不是像我们说哎呀治未相公治未病，那讲得很玄，但是怎么落实没有方案，导也不会。所以原始点从这里来看它不但具备诊断跟治疗的实质因为我们用在临床上要有诊断跟治疗，治疗又有医疗跟保健嘛它都有。好，那还可以使怎么样诊断跟治疗融合为一，一步到位，因为它理论跟临床完全都紧密结合了，那诊断跟治疗也是紧密结合，你从一开始看患者然后一路看下来就可以有方案，然后马上就可以落实，这里中间 没有说要等待要怎么样都没有，立刻有答案。好，所以从这个立场称其为医学，
可谓当之无愧。我也是觉得，哇，这个医学不只可以治病啊，还可以治胃病啊，不只可以治疗，还可以诊断，融合在一起啊。那这个医学以现有的医学来看，当然他们还达不到，但以原始点他确实可以做到，所以称他为医学当然是当之无愧啊。所以以后不要再问我那书这么薄能称医学吗？医学就是要解决疾病嘛，那原始点不只解决疾病，还可以解决衰老，所以范围更广阔。那原始点这里跟西医再做一个比对，原始点它没有侵入性，不像中医的针刺穴位或是西医的手术，它没有，它只靠按推而已，按推就是人身体的工具而已。这个当然现在也有用一些木棒啦，或是 按推器啦，器材啦，按摩器这些，也有这样用，但这些都是强调非侵入性的。好，那还有非药物之外内热源，原始点最常用的非药物之外内热源，比如说日常生活的电热器啊，远红外线啊，红豆袋啊，软贴啊，那 这些都属于。那外热源外内热源最常用的就是姜，可以涂姜粉泥喝姜汤之类的。好，它最后是以其从因治愈疾病，也就是你从改善身体的体香及热能不足下手，让身体恢复正常运作，它自己就可以修复而达到治病的功效。这个跟西医一直强调啊，你生病一定要靠外来的药物啊，要靠手术啊才能解决你的疾病，是不一样的。所以西医是通过注射手术及服药，然后求成果解决疾病，它不是改善你的体质哦，它这些只是从他们造出来的仪器造出来的种种检查好，然后去下结论，然后再通过这些手段去帮你治病。这个跟原始点前面讲根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这两条路完全不一样。好，那既然不一样，这再说原始点特别是生活化的一种医学，它没有医疗行为，然后又具备医学实质，因为你说它诊断有，治疗也有，医疗与保健都有，而且还那么详备，具有那个完整性。那这样说来，现在大家的观念都只有西医，要不然就中医，那这个应该是属于中医还是属于西医？因为我常常在以前在大陆讲学的时候，他们说现在医学就只有两种，一个叫西医，一个叫中医，一个是东方医学，一个是西方医学。那原始点当然就是属于中医的部分喽。但如果是属于中医，它跟中医很多看似一样，但实际上包括诊断跟治疗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到底应该是属于哪一种医学？那西医说反正所有的只有我们西医才称为医疗，其他都不能，只有人称保健。但他们这样的说法也有问题啊，因为西医只有医疗啊，根本也没有什么保健嘛，所以他的医疗又很狭隘化。那原始点呢，如果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到底是属于西医，西医一定说不属于，我看应该是这样，我替他们讲。那中医又说那中医他非常就是博大精深，所以任何一种不同的疗应该都是属于中医才对。那到底是怎么样？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前面都已经讲了嘛，他已经具备了医学的实质了，所以答案其实清晰可见。但对于这些问题争吵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好吧，我的态度只好怎么样，见仁见智。我反正已经写到那么清楚了，
你看得懂也好，看不懂也好，你认为是医学也好，认为不是医学也好，随便。那你说它是中医的一部分，你如果要这样解说，我也 不便再多说了。哦，那所以最后只好很无奈的，哦，因为这种问题也被问的太多了，所以最后只好怎么样，见仁见智啊，各取所需。那最后呢，我相信时间会给我答案的，由民众来评判，让时间来检验吧。哎，如果是真理，它一定会发光发热；如果是金子，一定会发亮的。放心，放得越久，它的亮度不会减的。